dihitung.今天来到这个瓜拉古拉，据说里面有一些好像关于十八层地狱的一些雕像。华圣宫建立于1965年，据说这里原本是一间小小的南斗宫庙，演变成今天的规模，这完全得靠村民以及信徒们的支持。上来二楼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有20尺的观音的肖像。来华圣宫非得经过油中岩，原因是这个神庙恰恰好建立在油中岩的旁边。OK， 大致上周围环境就是这样子。走，我们下去，下面还有很多东西看。哇，被刚下过雨啊，楼梯是很滑的，非常小心，而且还有一点积水的情况。庙里设有不同的主题，比如说小型的万里长城、莲花池、十二生肖、巨大的降龙雕像、天堂以及十八层地狱的主题等等。这个类似好像一个城堡，古代人的万里长城，旁边还有两只蛇，一个是黄色，一个是黑色大蛇。注意看这个旁边，这边有个肖像，是八罗汉。游览十八地游楼梯上啊，各位现在就要游览十八层地上去看一看。这旁边不要有这些古代的楼。华佗仙师，这边有个地藏王菩萨，然后还可以给你再往下走。Let's go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狱。地狱洞，牛头马面。这还是头一次游览十八层地狱，里面的背景以及灯光确实有阴森森的感觉，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、阎王殿等雕像也同时出现在我眼前，确实让我毛骨悚然。骑着马车，全部是一些地狱的一些酷刑，犯了罪就要下地狱受罪。无论如何，这里游览十八层地狱的用意只不过是想奉劝世人得弃恶行善。 OK， 就这样上回去。这里面其实是蛮热的，有点闷热，
而且地上有很多积水，也很滑，所以上下楼梯要特别的小心。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楼梯，我们再往上看还有些什么，继续走。哦，上到最顶端，帝王大帝，上了。上到来这边，这视野真的是不同，感觉上还真的是海阔天空，哇！五年行大运，龙、蛇、马、羊、兔、猪。当然，影片的最后也给大家来个航拍，看看这华圣宫的整个景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。喜欢的话，不妨订阅、按赞及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